好，焦点回到台湾，要来关心国民党的高雄市党部在今天晚上举办活动，就特别邀请到了党主席吴敦义以及高雄市长韩国瑜和立委参选人联合造势，而这也是党内爆出所谓的换鱼说之后，吴敦义跟韩国瑜首次同台，两个人不仅在台上高歌合唱，还握手拥抱，通通都来，用行动力来破除不合的谣言。一手麦克风，一手挥舞国旗，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和高雄市长韩国瑜同台高歌，展现默契。两人的手紧紧握着，至少握了两分钟。不过手牵得紧，眼神似乎没什么交流。吴敦义南下高雄替韩国瑜造势，企图用行动破除换鱼说。这是几十年来最辛苦的党主席，大家可以看到。主席的头发不知不觉变白了，我这个候选人的头发不知不觉变秃了。韩国瑜致辞特别先点名党主席功劳，吴敦义听了喜滋滋，带领八位党籍高雄市立委提名人高喊动算，更重炮批评民进党。执政党没有出息到了极点，你拿一张成绩单告诉台湾人民，这三年半我做了什么？内政、交通、教育、经济发展，你拿一张成绩单出来。拿不出来，一只雄壮的老鹰有两只翅膀才能飞翔，总统要赢，立法委员也要赢。拉高分贝，怒批执政党，韩国瑜抢抓话语权，就盼借着造势冲高民调，梦想中破化的雄壮老鹰能展翅高飞。记者综合报道。